to chase me. But I love it when you try to save me, 'cause I'm just a lady. Hello， 今天是2月1号周五，然后这个礼拜还去纽约看演出，然后顺便去纽约玩一玩，就是看几个韩国 rappers 的 live show 这样子。待会儿我要先上课，然后直接奔去飞机场，所以说可能会没有什么时间录，所以我想现在先录一下，然后等到了纽约后再录吧，然后。基本就是做一个我去纽约玩的一个 vlog， 基本就这样。那我们就待会儿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纽约，然后在纽约不纽约啊？对，但是现在应该在纽约。然后我们待会儿要去 Terminal 5看一个韩国演出。反正也好经典的，就是一些 Show Me the Money， 七的，就是 producer 和选手，然后，对，然后还有希望韩国 hip hop 完蛋的妈咪手，还有对，然后现在是大概5:33，然后我们要先去 Airbnb 挺远，在 New Jersey， 然后再去。到那个 Terminal 5那边，没错。对，然后这个双休日我就在纽约玩，然后顺便在这里过春节，中国的新年。对，就是这样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先去 Airbnb， 拜拜。我们现在坐上车了，然后现在。要去演出的地方了，没错。然后这里可以看到，我们是住在 New Jersey， 然后我们对面就是曼哈顿，所以就可以看到，和就是对面的曼哈顿的夜景还挺好看的。对，然后等待会就要去演出地方，待会嗨，我现在看完了演出，然后回到了我们住的 Airbnb 里，然后你们看到我这个手上还有这个21岁以下的那个标记，然后我现在是10:56了，然后大就是洗洗睡，然后明天我们就要去纽约，大概是 Times Square， 然后还有纽约的中国城那边去吃，然后去拍照，然后去看看吧。反正也就只有其实正常，其实我们也就去纽约1.5天，所以也不能去很多地方。就这样啊，然后明天继续拍。然后这个是我们住的 Airbnb， 其实还挺小的，很袖珍，但是它装饰的还行。对，这好亮啊。好，那明天见，拜拜。嗨，我们现在来到了 Times Square， 然后就是。
就是有点这里人也还挺多的，然后然后我们现在打算去随便走走。我们现在刚刚买完了 Sephora， 光逛完了 Sephora， 还有Old Navy， 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 Times Square 这里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们在走在纽约的街上，然后你们可以看到这里的 McDonald's， 给你们看 McDonald's。对，夜店风麦当劳的麦当劳，夜店麦当劳。啊，这里真的什么东西都是麦当，而且都全都是夜店风格。夜店风。然后你看，这是我们后面的这些，啊，对，有这个。然后，然后我们现在正在走，这是什么地方都不知道。Auditorium 啊，应该是那种，它是毕业店风。你看，连这些店子都是夜店风。对。纽约真的是不夜城，一个夜店，夜店，夜店。我们现在，就是从 Times Square 到了 Chinatown 这附近，然后，刚刚在一个 Love Wall 那边拍了照片，然后现在大概五点左右，然后我们到了一个台湾菜地方，您看一下它的菜单。就是有甜品，然后还有他们一些小小菜，然后对，现在还早，待会我们还不知道去哪儿，但这里的纽约 Chinatown 就是比中国 Chinatown 啊，不，纽约 Chinatown 比波士顿 Chinatown 大好多啊，所以对，然后我们刚在寒风中走了快十。嗨，我们现在吃完了饭，然后买了贡茶，还有明天的打包的，对，明天打包的东西，还有明天的中饭都买了，是的。然后我明天就要飞回波士顿，对的，所以就懒得出门，对。而我们现在就已经买好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坐地铁回我们的民宿。我们刚下车，然后看到了这里。超级好看的曼哈顿，特别漂亮。然后我们还在这里拍照片。我头发又油，我已经录进去了。啊？